我被放到一个走位，开这次的一个选择，正好想上房顶，把物质机会先放到一人，另外一个是残血。那队友过来了，直接拉出将玉给放倒。我们看到悟空其他人是怎么来就可以被包死了。哦，准准啊，差一次差一次，这波穿穿一穿二、啊、这小头皮秒的一下一下的，队友呢有没有影响？没有炸到啊，被火烧了。这种房子非常的吃火，闪的用的可能性也是非常的高的。悟空要把全员拉起来了，十七门口全是人啊，各种射击角度哪哪都得防着，防不完啊。白龙马侧面爆头机摇射在混烟，有烟雾弹的影响，侧面遇一个补枪，这一波防守下来了。悟空，悟空本来是两个人的防，但只五 K 的这波发挥太好了。 MTY 一看被拉出来投掷，位置锁定了，这边 2TF 的手雷放倒了，龙死哥再一发将人炸残，直接炸倒。这边 KLG 机会抓住了，把前点两人全部带走。但另外一侧，由于 FTY 他想防守这个龙脊山的另外一侧，以防有人贴近，两边是没有衔接上这个战斗的。哦， 2TF 又再次立功啊，打开了一个突破口，幺二倒地了。前九夜行队长，那小鹿这一发手雷放倒了一个，又直接带走了一个，把人给补掉。目前 4M 是三个人在场上这一波局部的战斗，能找出个拉一手的队友。 GuardV 先行把队友把人给这个补掉了，一敌四，底坡摸上来一个，摸上来的豪斯哥能不能对方造成重创呢？没有，打两个，打两个，先是炸倒一个，然后豪斯哥秒了一个，打头了，卡住了两支队伍。豪斯哥正面还在顶。莫耶姆拉人的一个机会，一二就把手雷立功，将豪斯哥给炸倒。KR 只剩最后一个。贼快，屁股后面来人了，周平连打两人。近点的这个信息有吗？有没有听到脚步声？信息交流很混乱，跳出来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想要摇射侧面补枪的队友在哪里。这波混烟再给队友补一颗烟，想要直接补周平岩吗？但对手混烟混倒了，明明跟幻神都倒了。哇哇、但你知道山上的叉叉路是真猛啊。但这次被奶奶给带走，那波一门剩最后一个 guard V， 在山头要找找机会，这一步看能不能完成一个圈边，再去拿点分数。和南那一波近点的 EV 那个对位，都是一个人，看到了这波出手，南南还是顶住了压力，成功将 guard V 给带走。作为劝架方来说的话，其实压力因为挺大，当时是有两人就同时也扑了过来，人也比较多，枪械也比较密集。New Happy 听到 DSS， 但 DSS 没动， New Happy 选择主动出击，打得很快。侧面小鹿给面是摸到房子了，他摸过来的，没有车的。然后 GFI 找了一波机会，这三支队伍做邻居啊， GFI 恐成最大赢家。这个配置一直摇着就是打不到卡枪口，哎呀好难受。但是白龙马就是岌岌可危啊，一个人啊守住这个房子的一个小角落啊，看到了这边跳上来又看到这个位置，这个火也带走了白龙马。你看那个火把整个房间都铺满了，一点能站的空间都没有。结果选择房子不一定安全嘛，现在比赛就是你在房子里面队伍不见得有优势，有两百多人。反而是这个房外的这个队伍，比如说 GFY 这样，它有更多拉扯空间。这一波打掉风风，又看到一个啊，再次放倒两个思绪，能找机会找个机会打个药啊。另外一侧是天霸和 CTG 在龙顶山的一个边缘的一个位置。你说是个，这是一波四 v 四吧？但是骄阳北部，骄阳在南边把这个人头给 K 了，
你说他不是四 v 四吧？但是他只 K 了一个头，是的。其实影响不是很大。CTG 这边的话，应该两侧都有人架，像林强和 Monkey 都在看这个局，找到机会了，天天直架把七给带走，最后 CG 又是一个满编能够成功。然后现在山的西边是 DSS 和这个 Pero 尬住了，中间 XCG 它也不是一个满编，所以 CTG 它依旧能踩山头的，还好。这 CTG 真是谁？边 Peril 这边 DSS 包括 FG 最后能不能有一支满编队给推出来啊？狮子打了黑猪，这边 XCG 也在，不在这个蓝圈边拿队分。就想换分了。一旦被刷走了就没了，就变成跑靶的工具了。不说不好走了，山头上毕竟还有点能踩的，没有必要下去，还能抽一个圈的靶。过点上，别被打，让队友架一下枪。时间掌握的刚好啊，完美的卡住了时间。看这个顶坡吧，现在 Pyro 已经要从西边开始进攻了。两 KK 抽远点，血量残了，近点要打下了。都想吃 VLG 的分，另外一次的话，C 找机会，对方正在抽远点，先把近点人给放倒，林的一个手雷放倒了，Candy 还能捕捉到机会吗？这一波爆了头线，能当成功将 FG 的最后一人给带走。DSS 绕后了，DSS 还有两个人，正面二打二，看小明的这个雷的角度，成功的炸倒，哇，但那这一八把五手七雷！毫不示弱，最终还是小组顶了下来。马哥好像还能扶，204正面接天路，想要去拉过去，这龙哥哥想起来自己兜里面还有一个燃烧瓶，我正好找踩着住，了。可以放倒聪聪，这波跟小红对位放倒了小童，骄阳因有为机刚会刚能踩火宽。了，也是一个丝血，队友全部都过来了，局部的一个三打一，先拿投掷物去排一下这一发手雷，最后带走了骄阳，这一波投掷物的使用确实不错啊。熬过来了，熬过来了。Pyro 现在是三个人要下山，然后 CT 就在山。哇，机这会是给204反而要进圈了。确实，这边林强把握住机会，先放倒了马云龙。这个圈是给到了 CTG 这一侧的龙脊山的山头啊。Q 由于刚刚下山，这个位置其实也是被山。林强又抽一个啊，带走了小叮当，连打带补。小左放弃挣扎了都，这是位的。置他得进。哥坚强，哦，正车胎好全这个位没置了。可以出手，碰倒了一个，原点加枪的位置也看到了。他现在仿佛成为了 CTG 的第五人，一起在打往这边贴近204。小明绝对不漏啊！这近战只要反应速度不是贼慢，基本没什么问题。204被蓝圈收下了，那小明的任务已经完成了。可以啊，熬住了第二名。好，也同那就时恭喜 CTG。CG 成功吃鸡。